大哥的嘛，对的，不如玩烂的。这个我也玩不得，那个的。啊。玩烂的，烂的玩了。哈哈哈哈哈哈！那么出到手就扣啊？该出，给他出吧，看。你看一下，考我就考错了。该去喊别人。三号，不，你收拾家子哦，就是不打过。那你说涨就三十五块？那现在涨就三十五。我你说了，去过年找不到好多。那边第十间。那边第十间好几十。又涨了。涨就要亏出人样。啊？都涨了就亏了。你跌了？跌了就。你把大肉卖了来，你拿两个去，对吧？红砖车噻。你那么卡，你就去喷。我卖着了，你看我卖了不？哦。这是加钱跌了，等人卖过去，轮子都去。啊，你把刀壶没有嘛？够了吗？够了，够了，够了。多少啊？ 弄弄这儿硬是八九块，这八百那是八九块了。对啊，小猪肉掉的。八九块，十一块。你买你，这会儿你买不到八九块了。这会儿你，你十八了，赚得到钱。啊，你明年子过年，你嘛，你可以明年子过年你嘛可以问，开年买的车。要我去啊？那天我上午不是给我转你买的噻？哦。那个车十一买的，那哎，不是啊，平常的。哦，不是啊，平常的。 因为哎，我们打来赚的赚的不多，赚的不多，对，二十四。买了本田，不知道了解了。有点惨。不是，这我这我就该对，我家里好像我对他九百吧。那要很多。嗯。大家很多，大家很多。千千。千里几人来？对呀。 有事我还是没有准备好。都不得很。抽根烟，不然哪个味道你不晓得？抽得很，不然哪个味道你不晓得？哎呀，这个好大。是啊。要站哈儿不站你。站得好，腰杆不痛。你听他说，我们要骂你们。如果你把这块钱勾到勾到，你勾一万万工，你不站，我肯定不说你不干。走嘛，看打表块有没得嘛。 那个，你晚上那点去。这个呢？放得翻吗？放得翻。你看你的号，那种一声扣了这个。对，这三号子扣了。那三号子坏得很，是不是你喂了？是我喂的，但是就是走不到啊。你红烧肉长起，拿点吃，你不把它拽吃了，都吃不了啊。你还帮我走嘛？你还帮我走。 他那一声一口口，红烧啊！一看这个田遭了，你变了嘎！你看嘛，田子苦瓜那些田子。这大个的，这苦就跑了嘎。走哪里去头呢？走哪里去头？走，那走沟沟去头，我们去吃吃吃块去。你不来了就不来。我到时候，这个都搞不定。这是人住的地方嘛，他对那些点儿老的噻，不发，对那些人的嘛。把那个吃四两的馒头，吃三个就是点儿了。 那种米饭，又还吃碗汤。那还去人哪个做生？要不是红烧饭。这个感觉真是好的，不是？不是吹牛的感觉，吹牛。你不要睡错了噻。妈妈站了，妈妈吃完饭睡一觉。大妹。 天干救火太阳的时候，把我那北京，哎呀，南汉那边，东安、河南那边，看到大排长鱼，穷是十八九二的，老子管你嘛，我鱼儿回家了。你要十八点扣鱼了，那包嘞，我玉米哦。还没有，俺们的鱼还没有收的嘛。那好久收嘛？要收的，嗯，打招呼的。我一把。 搞定，搞定。哎，对了，他烤着。我给你拿几块钱。那吃饱饭啷子？那我饿死都要吃得好。我的孩子还在那。我也是。知道了，那搞定了，不打算玩了。不玩的那一头路。要玩的就对的。哎，要付猪草的。 哦，hello。不是背头的，那拿包。简单的就等下这个，拿到不？对。哎。
不舒服。对对对。养那个菜太远，吃不了。嗯，你可以不吃，不吃。有一点。